哎呀，俺妈俺姨去看灯啊！对，今天又多来一个人，这不是多一个多俩？啊，多俩还有心儿，多俩才好。我这个眼光也不沾线，那总比咱俩人，咱俩人总比一个人强吧？俩人四只眼，三人六只眼，三人八只眼的。对，八只眼的其实呗，都是不。反正是我家摸这个灯啊，我家摸要一个那个简单点的，就这样，不要那么花里胡哨、滴哩答啦的。对，我也不养不中那个样的。再一个，这家里是两居室的，你要滴哩答啦，那些又小了的地儿。关键是这个家不适合人家滴哩答啦，适合大别墅那种，哦，是是对，人家大楼层高的，是不是？家、哦、摸那个顶也高。嗯。反我感觉就俺家那个，反正我家摸都挺好，我几个都简单的。我几个。发言少发言，我说的咱都看看商量商量。哎呀，那个灯有啥呀？自己看。就是能亮了咱嘞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位置位置是。接待点儿的，大哥，那个啥也没有挂，这个接待，灰边儿的，还有那边儿咖啡边儿的，你看，别没也不来，反正这个也不难看，哦，这个是呗，哦，这个也比较接待，这个心里上看还稍微好看点儿，要是你看，要是我脚毛啊。嗯，恁住俺爹该好看，恁村过是你听俺买的，是叫村是吧？是。哦，爹卡身也不难看，你灰的也不难。哦，这俩差不多是呗。哦，你看花是吗？我这我还是要灰的那个小高级。对。那都要点灰的。那都要这个吧，看一下。我看这个也是。哦，对。这个还高级点。嗯。哦。叫俺姨看。我看这个也好看，我就看这个好看，嗯。他那能爱配套的。是不是？配套的那屋里那卧室的是哪一个？配套的卧室。餐厅是呗？哦。餐厅是哪个？这个。那正好是个配套的，挺好。哦。行呗。哦。这只要是这俺俩住这眼光一直都是觉得是这个好看。对，我家摸这个也好看。你家摸也好看是呗？俺家的字儿看顺眼了都好看，是呗？卧室里吧，看卧室灯吧。卧室里也个简单的都摘了。对。卧室，叫我给你看看。你愿意要？你看这有环形的，你说，你是养成环形这啊，还是养成这素素气气这样的？素气点吧。啊？你说啥？反正俺家那都是这种的，啥也没有挂的啥。没啥的，那叫我出来，我这压力大，我不说。你看你玩儿呢，你玩儿，你看看花心。这个花心，它平常明的很，是的不？嗯，没改改的。我这给开都是最明的，你说下楼看，我给你变出来。你要是那简单的，不然要简单的。你说去，我讲我也是这。你看，搁那，哎，他是不是搁那电视屋里要给你选的？哦。他不是要上面。俩卧室，那上面实际上那都是差不多，对，是不一样。是外观，你要是个白的，这个是个花的，这个差不多的。嗯。啊，这是不一样，是吧？咋了？你说都摘了，这灯也是没整的没。那卧室这俩吧的吗？行。啊。也白的也灰的吧。哦，行。那也往那屋来。哦，那就往那屋来，就是。不是，你怎么随便挨都摘了？这俩一百摆子。哦。俺妈在哪屋里的？俩屋俩屋不一样。大小一样，就是外边颜色不一样。哦对，那屋里也行。嗯，到那屋看好看，可啥来回换换的。哎呀，那可不用。谁光到家，你让他给我看灯也是呗。就这个吧。就这个吧。俺都选个简单的，就是。
大方也不过时。什么？嗯，这个机会没热灯了，可不好换了啊。光换啊，可不能光换。嗯，基本上哦，四个灯，有卧室一个，给客厅一个，餐厅一个，四个灯。这个灯的话，这是在三人基本上都是六只眼看的。对的，基本上夜光都一致，都说这一张还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，是吧？比较简单哦，简单点的。嗯，四个灯也开了，还有小灯、插座开关，一些都大家这买掉，这两家给安安，是呗？花一千多块钱也不贵，讲么是呗？嗯，还是买出新屋还是讲么？对，我家那灯开关插座都是从家这买的，嗯，也是好多年了。对了，就是，可不坏了，这灯跟别人东西不一样啊。其实自己看了吧，时间长了也就看习惯了。对，俺买啥啥好，俺啥啥家里看好看。就是，主要是咱这地砖跟那都不搭，地砖搭是也差点事，可不累，就是。嗯。走，把你送回去，送回去了我哥走。啊。